这一次充分体验到了中华邮政不仅是好邻居，也是我们的防疫英雄，也是保护台湾社会安全的重要的部分。我要代表我们全体的国人跟我们中华邮政的所有的工作同仁伙伴啊，致上最高的谢意。这段时间大家确实非常的辛苦啊。外科，那这边是成人，好，这是绿色的是成人，我们用颜色来做一个管控，好。这一次充分体验到了中华邮政不仅是好邻居，也是我们的防疫英雄，也是保护台湾社会安全的重要的部分，好。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，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，组成我们防疫的台湾队，我们就能够守护我们2300万的国人的健康，共同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大家继续加油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我本身这块布是在做一些消毒用的，就是酒精人家在消毒掉。那一天刚好在裁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布是不是可以拿来用一下，然后就把口罩拿下来，然后就试试看戴上去，结果是 OK 的。然后 po 上网络后，反应大家都很热烈。这个布织布把它弄进去，那当你今天飞沫用到的时候，你这个布织布就可以随时替换，所以你一天如果要替换5个都可以。那这个外观的整个，如果说我今天讲话讲比较多，我真的不小心沾用到这个布的部分，我还是可以拿去清洗做使用。这样当你把这个用进去的时候，总共是会有4层概念，我们有1层、2层，然后还有布里面3、4。那这个里面我们使用的是全纯棉的二重纱。